我的外表看似光鲜，但月薪两万八。你们看看旁边的 rapper， 那不是费心想穿的。靠近巷里面半点酷，唱这种垃圾我差点吐。这是在嘻哈时代，才不是原汁少年兔。In this group, we have 六一七人米 B， 还有七老师 David 肖David 肖 ，and last but not least C。Grass in the house. All right, 五位选手 ，Are you ready? DJ 赖皮 ，drop that beat.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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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他的裤子有够紧。走到这个鸟的 B 世界 OG DG fan 之外先也走到余生界 Hello Star Chan 他以前他大路人但我下圈全部都是我是个路人李拉胖蛋堡他们全部都很屌我大嘻哈你们全部都在旁边拍我们老师说是 more than enough， 一直忘我耐心，为什么努力钞票 can't stop shit up， 花点时间找寻，这是厌乐不是解答，我作证，我留足迹留生命 ，bring your whole team to take me down， yeah， 累啊，真累啊，我的外表看似光鲜，但月薪两万八。你们看看旁边的 rapper， 那不是费心想穿搭。他们说我冠军相，想随便讲乱拿。我的比赛的目的就只有配着伴奏讲感话。我的皮带给跟随都不给把玩起点多不。有点多点点眼前的老子帮你约别收出。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结束，我会一直一直一直。谁说饶舌歌手不能结巴？只能不止唱，我能送他回家。我是天蝎，你是短的尾巴。这圈子有没有你也没差。也有当了那个荧光圈，哇，实力相差平方倍。等我这场干完对手之后，再回去陪睡。在镜像里面扮点酷，唱这种垃圾我差点吐。这是在嘻哈时代，才不是原汁少年兔。少年兔 man， 哎呀，好凶啊！哇，在的，齐老师先开始。我原本一开始在来彩排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会输，但我听到六一七唱，我就觉得我会赢。高米 B， 唱完感觉如何？我想回家睡觉，我好累哦。有食物吗？有任何食物吗？没有食物，但我想要吃食物。好，很好。再来是大哥级的 David 肖 OG。感觉如何？表现满意吗？Yeah, cool. 可以。好，那你觉得另一个 OG 唱完满意吗？可以更好，可以更好。会不会期待等下淘汰的不是六一七？来个大节目效果。那真的是由评审们来决定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Yeah，Seagrass， 演唱前会紧张吗？我超紧张，我这个歌词，因为我原本准备的是另外一段不一样的歌词，我三天前才把这个歌词全部重改掉。那你不怕三天前才改，然后改一改之后就忘词吗？我超怕，那又不是我忘。好，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主角六一七。哎呦，高贵的野蛮人三要发了。他刚刚遇到我就一直说他真的很不喜欢 Jill， 然后不喜欢也不能唱得这么不好啊。All right， 地辣胖，让我们知道谁要被淘汰。我可能要淘汰那个最不喜欢 Jill， 然后把 Jill 唱成这样的六一七。真想打你，令人失望。God damn。
望着你。